饭。是你的刀。我只要是十二。对，阿爸。餐巾纸哪来的呀？那餐巾纸啊。哥们，你把上面餐巾纸给我拿下来。哎，摆在上面应该有。好，谢谢。大家用吧，回来。这锅出来就到你，这哥们等半天了，我肯定要给他做的。炒米粉，哦，好好，我等一下。好，谢谢，感谢兄弟。韩国朋友想让我上电视，仰慕你老公已经很久啊，对哦，一个里面放一根肠，上了吧，下面就是你的肉，这是什么？前面跟你一起专门要炒饭的人好像不在了，那下来就是你的肉，他是什么鱼？他要一份蛋炒饭，米粉里面给他加个肉肠，没到你，到你，我给你拍，我现在给你拍着的，反正前面你看这才出来一锅了。